公安安全系统接到你们家的报警电话。对。出现什么情况了吧？报警器响了，小偷吓跑了。老公，咱家的灵灵狗真神呀。灵灵狗是什么呀？灵灵狗是咱家装的 smart 呀，它能全天候24小时设防。 smart 走进全智能时代，当有外人非法侵入家里，它还可以通过红外监测或者门禁、窗禁等感应及时启动报警功能，开始音视频录制存储，自动拨打预设报警电话号码，发送报警信号及音视频信号。 2.4G 全天候设防报警器将传感技术、电子技术、通讯技术、计算机以及现代光学技术相结合，应用于探测非法入侵和防止盗窃等行为，在任何需要防范的位置均可利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探测器构成点、线、面、空间等警戒区，又可将它们交织在一起，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交叉防范体系。 Smart Dog 能够全天候24小时监测人体活动，自动判断人体活动属于非法进入还是家人正常生活活动，分析处理报警功能，解决了现有安防检测只能是设防情况下的报警问题。 Smart 家庭智能管家具有多项专利，功能强、智能化很高的一套智能家居，它可以实现网络可视电话、音视频监控、远程智能家居控制、安防控制等功能，全方位改变着我们家居生活。自从家里装了 Smart， 我们家的可视电话免费的，它有别于其他可视电话，只需要像手机拨号一样直接拨打对方号码，就能自动识别对方是可视电话还是普通电话，并能在接电话之前看到对方的画面，清晰知道对方来电人的信息哦。 Smart 智能可视电话让通话双方实现声情并茂的交流。哎，妈妈，我在这。老婆，你又在闲打什么？我是在告诉大家 ，Smart 可视电话好看不花钱哦。Smart 除了可视电话，还有音视频监控实时看，通过智能手机或 PC 电脑，可实现有选择的音视频监控。可接外置6个摄像头，实地情况尽在掌握中。当有突发事件发生时，可及时启动呼叫功能，把控事件的发生。妈妈，妈妈，爸什么时候出？Smart 智能家居 WiFi 控制器，可控制所有家用红外遥控设备及 2.4G 无线控制设备，时尚美观的青蛙造型多功能遥控器附着在手机后面，通过蓝牙与智能手机的 APP 软件实现 WiFi 控制器功能的现场控制，灯、开关、插座及红外无线设备进行控制，如空调、电视、热水器、电饭煲。爷爷睡着了。